你有想聊聊吗？可以不要再一直问了吗？一定没事啊，说不定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管是怎样，不就是全天下男人会犯的错吗？你这样讲太偏激了吧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好吗？男人就跟动物没什么两样，身体进化，脑袋却没跟上。你爸不是也一样吗？明明自己有了家庭，还不是在外面跟你妈生下你？你说这干嘛？你自己不是也说过没有办法想象50年只跟同一个女人打炮吗？你这样跟他们有什么差别啊？可以不要拿我跟他相提并论吗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